文近日到大陆参加综艺节目，每一集的表现都备受网友关注。而在第二次公演舞台上，贾静雯刚好和 Ella、邱慈炫还有吴倩同组，因为她和邱慈炫还有吴倩都知道自己唱跳能力不好，所以没有太大的信心。在 Ella 短暂离开练习时，三人的气氛直接低到谷底。虽然贾静雯有努力安慰很缺乏自信心的吴倩，但没有太大的效果。而 Ella 知道后也心急如焚，在工作结束后赶紧回到队友身边。Ella 一回到小组练习后，四个人气氛完全大转变，变得更加积极有活力。Ella 也和他们喊话，要相信自己，并笑说妈妈回来了，女孩们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对此，贾静雯也转发贴文写下：你以后不准乱跑，有你在我放心，也让人看见两人的好交情。